这条路叫做 Artist Drive，一路有很多的景点，所以咱就慢慢开过去呢，沿路看一看。现在已经不是烈日当头了，而是这个夕阳了。前面那一块像是有彩色的石头的地方呢，叫做 Artist Palette，艺术家的调色板。待会儿去看一看啊。这里的山势还是挺漂亮的，有一块区域的石头或者土壤的这个颜色有很多变化，还挺不错。待会儿看看能不能走进去看看。
跟刚才差不多，更近了一点。那一个黄色的山尖了吗？当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时候，前面这些矮的山会变成黑影，因为太阳落山嘛。但是后面那个山尖比较高，所以它还是呈现出金色。这就是摄影师们想要的一张照片呀。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。赶快回去找旅馆吧。好，那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三个 mile 了。